这个时间点，等下 BGM 放袂靠气温，好好。跟我讲，今仔日这个，我们特别来大家庭南宫家，我们要来介绍一下这个静香旗，官方版的静香旗。哦，而且今年度这个元宵过后，大家开始要烧妈祖啊。哦，大家嘛了敬静香，哦，日期出来了。哦，今天在国历四月八号的晚上几点要来起驾？那我们今天特别挑了一天时间，我来做这个棒旗的仪式。好，走，哦，来。哦，欸，很少在这个时间点在这里耶。哦，今嘛晚上快八点了。现在我们号召了一群妈祖的囡仔，哦，要来这边跟咱大家妈并且讲咱今年都搁要再出来参加咱大家妈聊天。走起！欸，我们今天挺幸运的，今天来刚好遇到他们雕牙祖，哦，要开始，哦，要开始训练了。现在算是距离大家妈 Kiga 只剩一个月。他们五大团啊，跟这个各个团体都已经开始在练习了，所以我们等一下也有机会看到五大团在团练。每年都会有很多新朋友一起加入我们大甲妈祖绕境的行列。好，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支叫做静香旗，这不是令旗哦，这上面写着大甲镇南宫，还有的写着绕境静香。哦，这在宗教含义上是代表着我们整趟绕境祈福的过程中，妈祖会派着兵将下来保护我们。哦啊，所以我们在第一次参加绕境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到这个大甲镇南宫这边来做一个请旗的仪式。哦，就是说禀告这个大甲妈祖，我们今年度想要参加这个大甲妈祖绕境。好，哦，啊，跟妈祖禀报之后，我们到我们的服务台那边，哦，去购买这支旗子。哦，上面会写上地址、姓名以及日期。哦，接下来绑上一个新的福利，哦，过炉来盖个公印。哦，那，啊，我们就等待着这个大甲妈祖绕境的到来。哦，再来就是所谓的开旗，哦，说棒旗啊，又说敬旗。哦，这就是在每年元宵我们指定这个大甲妈绕境的日期之后，我们会早一天来到大甲镇南宫这边，或者是说自己在家里这个行民家点名又来火车台干嘛，哦，跟他说我们今年我们，哦，要参加这个大甲妈祖绕境。哦，并且我们会将去年的这个旧的福令，哦，全部卸下来，这也说象征的把这些不好的节一一的给它卸下来。啊，建议不要用剪刀，我们就用把它打开来的方式。因为我们会火掐台干嘛保佑，会派兵将来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在出发前会有一个客观的仪式。哦，这个你可以来大甲镇南宫，也可以在自己家，哦，就做准备简单的这些贡品，哦，来这个犒赏一下这个军马，哦，兵马，哦，让他们在出发前能够吃得饱。哦，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准备参加这个大甲妈绕境。啊，再来在绕境的过程中有所谓的骑马跟下马仪式，因为我们有带着兵马，哦，所以我们在所谓的要出发前，我们会先有一个骑马的仪式，也是说向妈祖禀报说我们要即刻就要开始出发了，哦，啊，请兵马说跟上这样子。哦，再来就是我们要到驻驾点，我们要做长时间休息，有一个下马仪式，也是说禀报，哦，可以让这些兵马们可以暂时的休息了，哦，啊，等待下一次出发，我们再做一个骑马的仪式。再来，我们到新港奉天宫了。在祝寿大典一切圆满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封旗的仪式，就是将这一趟所有的这个灵力把它包覆起来。老一辈人会摇摇这个铃铛，那象征的把这个所有兵马全部归位，把旗子封起来，带到家中再打开来，让这个灵气能够在家中留在家中这样子。那在祝寿大典时，我们会点这个供香。在回程的时候，我们会有以香引香这样子，把这个香火带回到家中。啊，有的人会将这一炷香，哦，啊，把它熄灭，哦，把这一炷香，哦，带回到家中再点燃，象征着把这个灵气带回到家中。那拿这个静香旗有什么特别禁忌？好，我们来最简单来讲，就是不能进厕所，不洁的地方嘛。哦，再来就是我们其实就是立着，靠着，千万不要倒着放，哦，这样子相当不礼貌，好不好？哦，再来就是我们骑马跟下马，其实有时候会烧所谓的下马金，在这边也比较建议说，我们可以去庙里面添一些油香来代替啊，哦，这样就是减少一些
一些问题。好、哦，啊，认狗咖的时候千万不要带下去哦。好、哦，你带下去一定被阻止。千万不要带着旗子去认狗咖，好吧？那、啊、在我们整个绕境圆满回到家中之后，这只旗子要怎么办？如果你有家有神明厅，你可以把它供在神明厅上面，啊，或者是你家客厅或者是一个干净的柜子上，好、哦、啊。旗子本身不代表神明，所以我们不用特别去点香祭拜。追香客这个随着这个进香旗跟着一起绕境，这个历史相当的悠久了。好、哦、啊，他们通常呢都也是在上面把这个所谓的每一间公庙的符令。哦啊，近几年看到大家非常有创意，好、哦，会开始在上面别一些护身符或者是彩带、彩球等等的。哦啊，这个也衍生出各种不同的习俗。好、哦、啊，什么一切心诚则灵，好不好？那随着这个进香的日期一天一天的接近，好，我们看到陆陆续续已经有很多这个香客来到我们大甲这边来做一个开启的仪式，好啊，越来越兴奋，大家也别忘了这个我们所谓的进香旗的礼仪哦。好，以上我们在这个大甲妈祖路上见。怎么样，高美姑爷？再难的结都解开了一天了、啊。我有没有？我在看你要解多久。对呀、啊。哎、欸，你好未啦？走进来。没在那跑哟。累积下来的就是这么多。我傻逼呢。好，接下来我们这些去年的狐狸就拿去化掉就好了。基本来，他们武大堂要出去练习。前面人好多哟。你在哪在？哎，我是第一次来，他要看他们团练，哎，好有趣哦。因为以前我们在绕境的过程中会比较有距离感，因为那时候人很多。那现在他们在练习的时候就比较亲近一点，哦，就在这里而已，你看。这么近，就这么近。团练的时候，然后每天晚上八点，哦，他们就会出来团练。